我这个648干什么用的？这个千山汇林青蓝和这个青鸾蓝鸾青青恋鸟仙羽啊，直接拿下，信不信？就一个648，就一个648，我把这俩都拿下，老弟，信是不信？我跟你讲，80抽之内必出，不，100抽之内必出吧，好不好？100抽之内必出，兄弟们，有人相信吗？包不信的老弟，奶酪是什么东西呀？奶酪还奶酪？那抽奖8把包底主播，像能跟哥们欧皇主播比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看好了，第一抽，我第一个失联，要么是皮肤，要么是彩色，信不信？看好了，走。哎，这个怎么有跳过动画呢？我偷他猴子！哎呀，有跳过动画不算啊，兄弟们，这第一把不算，这有跳过动画。看好了，不跳过动画一定没问题。这一抽直接要么皮肤，要么彩色。三，走。OK， 碎片。你好。你就说是不是皮肤吧，黑子，我刚说能抽到皮肤，我说是紫皮了吗？我没说吧，蓝皮嘛，对吧？我就想要蓝皮，对吧？你们就不懂，要先给刚毅一点面子，刚毅才好给你也给面子，好吧？你看我这个抽个蓝皮，下一发紫皮或者是彩光，那么3、2、1，走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情和爱，好运。这发是。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纯粹的味道还是引力？看到没？看见没有？什么叫实力啊，老弟啊？什么叫实力？双黄蛋还是？不是双黄蛋，就一个啊？好吧，懂不懂了，老弟？这就叫技术。先抽一个狐狸，是吧？我就喜欢这个小狐狸，哎，这个小狐狸，哎，好看，舒服，好吧，看着舒服，好吧。还有40抽，还有50抽，看好了，接着 BGM。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当我初恋那天起。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突然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。苏巴拉西，麻辣毛豆正在生气，我怎么可能生气呢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怎么可能生气呢？啊，刚毅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生气呢？对不对？
我们还差20抽，你信不信？直接4黄蛋，懂不懂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带回1抽，先抽一个青蓝，再抽一个神兽长风，再抽2个彩色配饰，懂不懂啊，老弟？刚一都在这儿等我呢，你以为？不是，你真以为？我是飞球啊，看好了，我家刚一，爹，看好了，爹，看好了 ，OK， 碎片，染色剂，碎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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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下一发第100抽4黄蛋没问题。现在我们的累计次数是100次，再抽20抽，我们还够1200单厉害，就20抽，就这20抽。就这20抽，我拿呆呆10年单身，拿奶酪10年单身，拿范德西10年单身，拿二师兄10年单身，拿小飞侠10年单身，50年单身，换我20抽之内必出青蓝，出。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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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神兽嘲讽来了 ，OK。阎王说交易一半，好吧，家人们，交易一半，马上。我这个马上了，还有，马上了，看好第120抽。阎王，我拿再待20年，3、2、1出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退赢。